大家好，我是看旧事阅读作者唐伯真，我是线上充电站节目主持人谢文健宪哥。11月6号晚上7点，我们访问到看旧事阅读的作者唐伯真，来谈谈他最近的一本新书，教你怎么样看书，教你怎么样思考，教你怎么样阅读哦。线上充电站周五晚间来作伴，一定要收听哦。